5月5日，杨思琪、陈英美、陈法蓉等一众美女在湾仔出席呼延雅金36周年慈善晚会。陈英美一身黑色盛装，很显典雅高贵的女性气派，虽然看不出是育有三个小孩母亲的样子。而对于日前有着其风度的传闻，她就表示这方面跟老公已经达成共识。我又不敢说完全不生的，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很喜欢小朋友， We really really love kids、但是有可能真的要等他们大过一点先再决定咯，因为三个现在、真的、We have our hands full， 所以都想、集中落凑好三个先咯。通畅的杨思琪则一袭黄色吊带低胸晚礼服惊艳现身，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，让人感到一丝丝暖意。但当聊起可爱的小女儿的话题时，她竟大赞女儿很有艺术的细胞。她对着镜头都很敏感咯，即系会成日睄住个镜头啊，自己会讲嘢啊，好好 automatic 就对住镜头自己讲咯。咁所以我觉得佢都几有我哋呢一行嘅细胞嘅。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母亲节了。既是女儿又是妈妈的思琪显得十分高兴，很开心地跟大家聊起了关于母亲节的话题来。哇，下星期就是母亲节了，好开心哦！我宝贝女儿应该会可以跟我妈妈跟我三代同堂一起庆祝了。嗯，其实每年的习惯就是吃一顿饭，这很简单就可以庆祝啊。望多张呢度啊，望多张嘢。好，呢边唔使试。地方娱乐，香港报道。